はい。现场收证，对，你是要收证那个？我是稽查用语，现场修正。大家都下来了吗？好不好？大家都看哦。对，要看一下自己的章。在这里。秀婷。大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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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
女司机，哟，加油！下车睡觉，啊，上班要回来丢掉，拿公文来呀，下来啊，车子来啊，今天那鸡头不出来了，啊，没有，好了，没有，哎，大家拢爱看着我的相机哦，对哦，西瓜甜不甜？你这边好不好？你挡住后面的字啊！啊，妹妹在看，无啦，妹妹在那里的。好了吗？可以。好了。好了。我们是哪一款？对啊，冈山卫生所。哎，不是前一美啊。啊，不是。啊，还是在。好，开始算了，算人数了呢。一个项，好吗 ？OK。好。就举手嘛哈。哎，这个不用吗？我有志工证。对，我有志工证呢，要给他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你刚有给他分吗？对啊，你看那公姐，公姐都唔敢看那脸嘛。你来捡一个，嗯。哇！后来想想还是不行啊，身体不变的。有东西吃就可以了。志燕，收小木。哦，那边没问题啊，那边那个。哦，对，今天想睡。你慢慢走啊，你慢慢走就好了。哦，这三 D 哦。哎，对，您压压后哈。对着镜头笑一笑。蒋先生，来看我一下。
过来叫你，对啊，好，我大哥赶紧，你别走。一个人关的哈。哎，你好，嘿嘿嘿嘿。哎哎，啥东西？比较没有什么副作用。嗯，这个。头发谢谢啦，我咧摕身份证。好，你查身份证哦。哎，去查哦。就不要说了，来的来的，上去上去。我没有说好的，错了，你是这个说好的要那个。我没有跟你说好，是您说好的，是你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。我这种唱歌来的，没点好，没点好，该点啥？点歌了，现在没跑别的了。哎，俺俩那么快的。Yeah.
你又不知道不对了。
给我盖小啦。我们第一站哈，先到我们这个圆环哈，我们部落最漂亮的一个圆环的一个千尊纪念碑，鹿子哈。好，那乌拉鹿子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哈，以前派我们的一个小部落，然后最后成立一个大部落，所以一直到现在就叫乌拉鹿子。它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台湾族的母语，泰武村的意思。台湾族的母语，泰武村的意思的一个含义。有勇士蜘蛛哦，这是战队伍啊，还有什么内人蜘蛛、土穴蜘蛛等等的哈、哦，有的是保护你的健康，有的是守护你的爱情哦，有的是让你很勇敢、很强壮。在下个月温度升级的时候，那里面公园会摆设60只绵羊。哦，所以可以带小朋友再来一次，好，小朋友会很喜欢绵羊。在，哎，都还在。你叫我票，我这票。没有啦，大家快赶紧改水，吼，就就办吼，有干的干不？好，当然，好暗杀，好暗杀，所以一定会有一个这个石碑在，哦，这个石碑在。那你们可以看到吼，那个榕树吼，榕树。那榕树呢，代表的意思就是什么？生生不息的一个含义，哦，有生生不息的一个含义，哦，包含可能他们有的也会拿榕树叶怎么样驱邪，哦，做一些法术，哦，做一些驱邪，哦，以前的祭祀法师的时候会这样的去做，哦，所以他们头目家屋的前面一定会有这两个东西，一个代表生生不息，哦，还有一个代表的是那盖石板屋，哦，主要的材质要用公盖，哎。哎，对，不用唱，功德不较近，无名都啊，无名迄个拢有钱拢有点，也并立体的，然后这三 D 啊，不见啦，拢无钱就不见好，第三 D 是可以，没关系，我还是在玩，各位可以看到哦，这个上面，哎，糖很贵的呢，有人家开糖啊，阿水工艺大师高富春哦，那大盆也要亮的，所以看一下。要过来，过来，公姐，阿个，微博啊，公友，你开上面的，有红气，有点红气，拢啊，阿个看你啊，龙眼啊，你到这里咖啡哦，坐坐听，你咖啡先坐坐，一大堆啊，一堆人啊，像一直讲话拢一个 Q。台南，台南，台南，佮有迄种腔吗？台地台南，台地台南。所以讲吼，你去外口吼，就是要石板烤肉，或者是要干嘛？要先把它的去掉，然后去掉之后，我们用这个地方就是泰武这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怎么样？我们从。这边的故事哦，还有，哎，你中间那边看麦啊？
要喝咖啡的话呢，我爸爸也是喝咖啡。那如果兄弟姐妹平安，安居乐业需要你。你已经一点。